在挑逗我 ，Oh my god！ 啊，这是什么？这个是他的膝盖，这个太害羞了。他用手指伸出去吸我。啊，你喜欢来？我喜欢喜欢。喜歡坐了，停坐了。嗯。然后个性比较好，我可以自己看吗？可以，自己手机。好漂亮。嗯，那你看一下旁边那个，那个姿势。哈哈哈哈哈。是是是是，这个对。嗯，好好的正面看他。你肌小的，他不是服务女生的，功夫不好，谢谢。嗯，好的，这个功夫好，保证给你。二八来，走。我现在进来里面了，有点紧张，要开始洗澡。这气垫床哎、欸，听说我躺在上面很舒服。我家了，天宝，你 ，me take off， yeah。Right now? Yeah. Oh my god, 好。My god. Yeah, 好害羞。帅。那下啊，你帅。No, no, no, no. 半夜跟几个下。OK. Okay, go. Inside? Yeah, insid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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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他在洗我的背，好滑，好痒哦，好痒要怎么说？等一下哦，好痒，夹个鸡，夹个鸡 ，Yeah， 那痛呢？接接接，嗯，也痛。那 ten mark 是什么？看 ，D mark， D mark， 对，很好 ，D mark。哦 ，sad week sub say goodbye。Spy 的意思是舒服嘛 ？Yeah， 对。Spy 舒服。Yes， 我学什么台湾，结果他会讲中文，笑死。Oh yeah。啊，这是什么？为什么师傅会发出 Oh yeah 的声音？哦，这个是他的膝盖。嗯，很滑。Oh my god！ Oh my god！ 我操，这是什么？ Oh my！ 下面在帮我按摩吗？对，还用好紧张哦，还用他在下面的帮我按摩。看到宝贝，这是什么状态？耶、yeah. ！喜欢，好屌哦！你看他的脚，他太害羞。OK， 翻过来了。什么？对，翻过来了。哇，好滑，好滑！哇对 ，OK。好好好好啊，等一下，等一下，好好好 ，OK， 好，我现在躺着，哇操，这个太害羞，他是说，他在洗我的胸部，好痒哦 ，No， 好痒怎么讲？这个鸡，这个鸡，哦 ，Very beautiful， 哈哈哈哈哈 ，BB 按摩 ，BB。他说他用他的妹妹在帮我按摩，叫做 BB 按摩。你 BB 我 BB 我设计。哇！喂喂喂！他在挑逗我 ，Oh my god！ 啊，你不喜欢了哈？我喜欢喜欢。OK，Nice，Very good。你看他的脚。Up up up up！ Oh my god！ 他用胸部在帮我洗胸部。哇哇！我也好 ，Come on， 宝贝。Good， yeah， you let us。OK， 我又回到浴缸里了。那你常常女生洗？对。很常很常遇到。对。明天你再来啊。好啊。他用手指伸进去洗我。Oh my god！OK， don't be shy. OK, baby, you stand up. 洗好了，然后躺在这里。Yes.、Yeah, OK. Set, set. Do for you. You want? B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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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p for you. B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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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p.、Yeah. You, you use what? Wire. 他说要用这个，然后 do your finger. Yeah.
然后用他的手指帮我进行手指运动。没关系，不用。OK。还有其他的吗 ？Another。Massage。OK， massage。马杀鸡，我才会用这个身体乳帮你按摩。我现在就来体验看看他马杀鸡的功力怎么样。来了来了，他开始按我了。哦，有，他的用力哦。嗯。这60分钟里面，洗完澡之后剩下的时间就是看你要干嘛。然后他们可以提供的服务有性方面的，或者是可以聊天、下棋、打电动啊，还是帮你按摩啊，都可以。你可以就把这60分钟尽量用完这样。20minutes。啊，还有20分钟，但我朋友出去了。对。好快哦。Yeah， 男这个有一点不一样。为什么？男这个快快的。快快结束。嗯 ，very very fast。因为那个 no slowly because you know safe 哦，所以时间比较久。你等一下还要继续上班吗 ？Yeah， 多一点。哦，所以还可以再一个客人。Yeah。OK， 洗完了，辛苦你了。好玩啦，洗完了。满面春风的两个人，忍不住笑了。初体验啊，觉得这真的还蛮好的。那你的是怎样？流程我觉得应该都是一样吧，就是先洗澡，然后在那个床垫上滑来滑去。对对对对 对, 对，按摩，然后。哦，我整体的感受是蛮好的，但是这样洗一次澡要花快3000块，我自己觉得有点贵，但是买个体验我觉得不错。阿信会贵吗？我不知道，我没有去啊。为什么你要多付钱呢？靠腰。反正60分钟以内，你能几次就几次。但他一次的时候，他一直说我好累好累，但我就不理他，我也不管他几次了。他直到他跟我说时间到了，我说哦好。在床垫上的时候特别舒服，他用屁股在洗，对，他用屁股在摸，对，他屁股洗的时候真的很舒服。很暖。为什么你们讲这些内容阿信都没有？因为阿信进去之后就不知道在干嘛了，他就急着要，而且他超急的。那时候我就跟他拿东西的时候，他们已经都裸体了。我真的觉得你光听旁边的人就叙述那些内容都不如自己亲自去体验的好。然后还有加入今天是女生，那我真的觉得你更要去体验。你去体验之后，你才知道你男朋友都在干什么。对，自己体验才会懂。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去创新，去尝试体验一些事物，也会更开眼界，会对更多东西有想法。我不是只说一定是泰国语，亲自去体验跟尝试之后，你才会知道你喜不喜欢。像我其实没有很喜欢泰国语，我体验完之后我觉得还好，但是我不后悔有体验过。但是叫我再体验一次我应该不会。3000块可以买奎丁的会员，懂了吗？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